兔子去。兔子我捡了八年了，八年当中接触流浪狗到现在大概30-40只狗，只有它是最体谅我的。比如说有时候狗狗多的时候它们之间会互相打闹，那兔子会帮我去管理它们。这一箱是它生病的时候的药，这些药还蛮多的，专门请别人从美国买回来，结果药到了他还没来得及用。当时11点钟，后来我突然被电话惊醒，医生跟我说那突然突发状况他走了。那天晚上就觉得特别后悔，觉得自己不应该把他一个人留在医院。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让他的生命延续下来。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没有跟别人商量过，当时他离开之后，就是我就觉得我的生活没有办法再继续。其实以前没有感觉到，直到他走了我才觉得对，好像是自己的子女死掉了。他对我的价值已经超过了38万。